集在山间的腰，十二派高手要跟我过招，月亮是刀光的铁石，乱石无言地说不妙。未够，再着最劲秘密，我为要跌到便要同我打打打，连去打尖都会报，我用十掌推出我老母，又再假假假，用个假身烟眼雾，用我口水化飞镖似浪涛，大笑哈哈哈，用我笑声敲老布，用我奸手指尖的美妙步，又再擦擦擦，用个尖叉都会报。十二高手都战败，被我怪招震荡到跌倒，石岩上色色都吓坏，现在那秘笈我得到，风色快要似了给雨，南岳寂静像被点雨，谁摸着秘笈发现这段秘密，这段秘密这样说，若有真的心便有最高的剑道，若有真的心一生会自豪，若有真的心便有最高的剑道，没有真的心也无解。若有真的心，便有最高的天道，若有真的